Hello，Hello，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And so we continued our journey downwards. Even though we decided to proceed and stop the rain, we could not help our wandering eyes to search for paths to the surface. However, 哇，栗子，你不要躺在我的键盘上啊！On our way, into the depths, we encountered some unusual objects that did not fi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us. Mother Bilby queried as to whether the objects that we came upon were too small for humans. While we were passing through an opening that we deemed sturdy enough, I started to disclose to her what I knew about this ancient race. OK，好，现在我们家的猫咪就挡在我跟键盘之间，但是应该不妨碍我们打电动。我看看哦，哇塞！我们要，我看看哦，我们要，但是我的猫在这里，我的确是不太好控制哎，我的天啊，我研究一下，我要怎么？这里肯定是可以踩一个嘛。搭一个墙，We must be quick. 哇塞，这个时间有点赶啊！等一下，我这边应该要先放一道墙。没关系，我先观察一下这个地方也好。这么看来的话，
是没办法搭墙啊。好吧，好，猫猫走开了，我可以专心干活了。We must be quick. 不行啊，这个一按它会死翘翘，所以我要等它过了再按。好啦，也算功成身退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昨天就是拓荒最后一天，接下来就是礼拜四了。我们这两天是不拓荒的。他们这两天去打别的啊。我这不是为了要实况，所以我才努力的拒绝了他们吗？怕是以后可能礼拜一常常会需要拓荒。蛤，他施法完成后也会丧命。这个大球是怎么鬼那么可怕的吗？他会以生命作为代价施展这个停止暴风的法术。这么说来，搞不好其实他第一次施法根本就不会成功，必须要有我的支援，他才有办法在地下进行第二次施法。啊，对啊，可是就是还是难度还是放在那里啊，你还是跟一群没有打过的人一起，没有合作过的人一起玩这个游戏啊，所以虽然说当然拓荒的速度会快很多，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拖一下，而且当年的时候啊，而且当年这款游戏就已经是，当年这款游戏就已经是很难的游戏了。就是以那个拓荒这个来看的话，我现在笑到旁边去吧。哎呦，好恐怖哦！当年这个副本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副本。照理说，你们应该都有听过这款游戏的，因为它毕竟当年是一个这么红的一个游戏，对吧？当年大江南北，谁没玩这个游戏？哎，它那个是什么毒气？哇！所以我应该要先去前面想办法把那个毒气关掉。
是吧？ We are getting near. I am starting to feel the exact direction of the source, and I suspec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ill it be a problem for us? No, it will not. The only problem we may encounter is the spell's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visual connection to the sky.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it? One step at a time, little one. This 个毒气，哇，我搞不定哎，这个毒气要怎么办呢？等一下，我有招式可以搞定这个毒气吗？哦，他们一开的同时就会放毒气，哦，所以我不能那个。哎，这个玩意我自己弄不开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取消掉？一是把它打掉，一是把它打掉。没有吧？会玩 PC、会玩电脑的本身跟那个会玩那个 PS 的，应该本来就是不同客群。像我一直都是玩电脑的，我一直都没有玩 PS。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妈不给我买 PS 的关系。可怜的学生还是要……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This combination of markings resembles a symbol from an ancient story. What kind of story? I remember it vaguely, but as far as I recall, it also had three siblings in it. Okay.
我要等一下，等，我一开始我就要，没有。这个啊，不行，想想啊，of markings resembles a symbol from an ancient story. What kind of story? I'm going to 这个的确要拉过来，等一下，应该是我最一开始我这个角色可能就要放在这边，压在这个上面，我后面可能都要，这边也是一样，This combination of markings resembles a symbol from an ancient story. What kind of story? I remember it vaguely, but as far as I recall, it also had three symbols.我应该要从最旁边推回来，认真想一下，我应该要从最旁边推回来，这样子我的时间顺序才是够的。这一款，只要这么说，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他是只靠他自己完成这一切。
But as far as I recall, it also had three siblings in it.我觉得这一只可以站过来，因为反正这个在这里。不对，我觉得为了保险，我这次还是站过来好了，免得到时候给我这边发射子弹，我就哭死。啊，哇嘞！啊，可恶！顺序上一直没有弄好。如果我现在把旁边这个开了，我看一下，对，不行。我这只。This combination of markings resembles a symbol from an ancient story. What kind of story? I remember it vaguely, but as far as I recall.It also had three siblings in it. Okay.不过没有玩 PS12 也的好处就是我现在不会烦恼买不到 PS 现在是 PS 几啊，我不会烦恼买不到 PS4 这也算是好事儿吧。对，如果当年我有玩的话，那我现在买不到，我岂不是很痛苦吗？我好像应该要把好吧，不管了，先试一次。我们先把石头推下去看看。你不尝试，我们不会知道他要干嘛，对吧？这门是关的。
这个是哦，所以我刚刚是拿书用的，那我现在要不拿书，我现在不用拿书的话，我就是把它先放到旁边去，然后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墙的。前面的石头是不是会塌啊？小心走就不会。哦，真的吗？等一下，我重插一次麦克风。噪音。喂喂喂，这样声音还那个吗？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好，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欸，我买的麦克风不管买怎么样的麦克风，它都各种出问题欸。看看啊，从以前到现在。我跟麦克风的关系就一直都不是很好。这是什么情况？旁边有一颗石头，但是我怎么把那个石头弄过来嘞？嗯，我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点的话，我要怎么挪石头嘞？看一下啊，这是我目前唯一看到可以动的东西。嗯，这样我这个石头过不来啊。奇怪了，我这样子我这个过不来啊，这是正常的吗？哦，还是另外一边有石头，我看一下另外一边有石头。嗯，谁？这？这？
难道我漏看什么东西吗？旁边那颗石头，旁边那个门是关着的啊，就算我踩机关，旁边那个门也还是关着的啊。从下面这个方块来看，我应该是要想办法把那个石头移到最旁边的那个方块去。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门根本就打不开，我该怎么把？我该怎么把这颗石头移出来呢？这个门现在根本就打不开，我要先找到，我要先想办法让它踩在这个横条上，我才能够把那个门打开。但是我人一旦离开，旁边横条的门就关上啦。他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这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这个设定也太不合理了吧，这怎么可能？除非你跟我说上面这个墙洞是可以跳过来的，不行啊，不行呀。这他是不是漏了什么技能没有给我啊？照理说，你这个时候的。应该要能够让我把石头推过来啊，不然你要怎么过呢？上面有一根绳索，但是这是我跳下来的地方吗？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啊！他到底是不是有漏技能给我？他是不是真的漏技能给我了？还是我要用？迅速的冲过去呢？
好像会连续下好几天吧，这个雨好像。先来嗑嗑喉糖，我现在觉得这个喉糖很好喝，这个很好吃。哎，重点是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我是不是有漏技能啊？没有了啊，没有漏啊，但这的确没办法过吧？那个石头不出来，我的确没办法过吧？我要踩在这一颗上面，我才能够把那个石头移出来。但是我的本体只要离开那个位置，这个门就会关上。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把本体放在那个地方去啊。我怎么看都觉得没戏啊，除非可以向下。对，还有不可能向，因为向下就是要我们要解开的东西。看，这不合理吧？这样我觉得这关无解，有没有人有不同意见的？这样我觉得这关无解，除非我可以带着石头穿墙而出，不然我觉得这一关就是无解。不是你说说看有没有什么可能的解法吗？我的判断是这关无解啊，除非有我不懂的技能存在，不然的话我的判断是这关无解。没有办法，他那个墙在推门上是不给盖的吧？啊，给盖吗？哎，等一下，为什么现在就可以盖？之前不是都不给盖的吗？好吧，盲僧，你突破滑点了。哎，之前他都不给盖的，这是什么犯规吗？为什么这样子？之前不是不可以盖的吗？好吧，这就是我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不知道的那个了。良天地良心，之前明明都不可以的哦。太黑了吧。
太黑了吧。那这就更不合理啦，因为这样等于是完全没有难度啊。这比本来还不合理。它真正的状况应该是要是我踩在上面的时候，它会开其中一个门，这才是正确的玩法。因为你看这样子等于是没有难度啦，可是我记得之前都不能盖墙挡门，不是吗？我记得之前有一关我也想盖墙挡门，可是我失败啦。我现在这个小车车应该是要推到这里吧。推不过去，推不过去。那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的啊？这是干嘛的啊？我应该是要去最旁边。但这个玩意是要干嘛的啊？我看一下，现在重点是这个很高，我要怎么上去？我有可能把这个。这边是一条铁链吗？这个铁链可以爬吗？好像是不能爬的欸。这铁链不能爬吗？不能爬的话，这个这么高，我要怎么上去？不能爬欸。那我要怎么上去啊？这好高欸。这好高欸，这个我要怎么上去？我把这个关上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堵住，我这边出不来。那照理说，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钮是要开水的？可是这个水是不是有点……所以我要让这个水溢出来喽。但这个高度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很够。怎么我往这边就是
最高就只有这么高。那我可以在这里搭墙吗？但这里不能搭墙。来，我们重来一次。这里不能搭墙，这个木板车上是不能搭墙的。我要怎么弄才能够让它的水位最大化，对吧？这应该是重点，就是我要怎么做可以让它的水位最大化。它的水好像就最多就走这么多欸。然后一旦我们放水是全部都放掉了。我们先让这一只到上面来。我们先让它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再把旁边的水放起来。这应该跳得过去吧？可以。We are getting close. I sense that there are three magical sources beneath us. 首先呢，这里居然放了一颗石头，那肯定就是要我们把它推下去的，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就先推了。哇！我走太急了，我走太急了。我们应该要慢慢走。等一下，那里居然喷出了毒气！石头不知道能不能过旁边那个，试试看石头能不能过旁边这个。哇，等一下不行。我想一下哦。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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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我们这么干啊？我们呢，先用这个东西，先把这个石头给它搬出来。哦，这，我又一个蠢。先把这个石头给它搬出来。哎哎，哪尼？原来我自己会被石头压死的。天哪，竟然会被这个石头压死。哦，对对对，我不能冲出去，我不能把那个桥要回头，我回头的时候才可以压垮。我现在压垮我的，我就没了。先把它放到这里来。小，它开这个是开上面的门。哎，它这个是开上面的门吗？好像是开，等一下。如果这个是开上面的门的话，想想看哦，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呢？小心的，不要压垮旁边的石头。欸，但不行啊，我一旦人踩到那个旁边那边去，我就会死翘翘啊，所以我还是要用石头来。欸，不对，有个方法。那个门我不要，那个门送你吧。就不进去了。好的，这边我们让这个家伙上。嗯哼，很好。然后呢，我看看哦。虽然说我可能会需要下去开那个底下那个把手。
上面居然有子弹。可恶，我还是不要用自己的真实的身体上去好了。保险一点，还是用虚拟的上去好了。我先机智的先回避这个环节。哎，哇！重来。我要很小心的、很谨慎的，刚好卡在那个边边。我觉得这是一种偷鸡的方法。真正的那个应该不是这么偷鸡的，但是我们用偷鸡的方法来。哎，反正是要偷鸡，那我何不如此呢？真是要偷鸡，好，那反正是偷鸡，我就。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最后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最后。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最后。这边会有子弹，所以呢，我先……哎，这里也有子弹。这还能不能好了？这个？这样就没救了，这样就没救了。他子弹这样打就没救了。天哪，这子弹也太阴险了吧！那我岂不是上去先筑两道墙？我先。我先上这里来。看看哦，我先试试看。
所以我这边我不需要这道墙了，我这个墙可以拆掉，我有石头就可以了。把它推过来，那我可能要让我的本尊上来，那我可能要小心一点，要是我的本尊碰到那个烟，我就死翘翘了。这样，但是我按的这个是什么效果呢？我的保险起见，我不知道效果是什么。算了，冒个险好了。但我这样弄半天，我到底掰这些按钮之后，它的那个效果是什么啊？等一下，我已经把所有我能开的按钮都打开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按钮打开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我有点迷惘。我到底是要去打哪里啊？我觉得我现在先搞清楚我到底是要去哪里。是不是我要同时要踩那个一才行啊？是我要同时所有的都要踩的意思吗？那我岂不是这边就不能偷鸡？好吧，我们老老实实的不偷鸡玩一次哦。对，好吧，我知道了，不偷鸡就是了嘛，可恶。但是我还是得要，好，我知道，对，不是独行那边的，是这一边的。我最一开始那个，我前面用偷鸡的方法，然后我可以这边可以很轻松，但是因为偷鸡的关系，所以反而后面过不去。果然他有防偷鸡机制，好吧。但我们不偷鸡其实也是，等一下，但不偷鸡的话我。好吧。不偷鸡来一次啊！我主要怕这个地方我跳不过去，就是底下那个我主要怕我这个跳不过去。我刚主要怕这边过不过来，这样就可以。
哇，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远？OK OK， 走走走走走走啊！有啊，我90派也太夸张，我用除湿机啊，我家里现在湿度大概50%，我觉得有差、欸。我现在两台在开，我觉得好舒服、喔。我现在一楼、二楼各一台除湿机，都是那个惠而浦的，我觉得惠而浦的除湿机真的很给力。我跟你讲，你住在北部没有除湿机，应该说住在台湾没有除湿机是不行的。台湾就没有哪个地方是不需要除湿机的，尤其是住在北部。虽然说你现在并不是住在淡水市区，但是你住的地方应该也是超级潮湿，而且是山区吧？那边应该算山区了吧？那边也是超级潮湿的啦。哇塞，这满地的是金币吗？Contain the magical power we seek, hold more value to the small folk than the treasures around us. 少废话，快告诉我怎么拿到金币，不是金币。We could not see a mechanism that opened the door in front of us. While I was pondering on, 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墙角开始长蘑菇 ？Walked towards the door. How could I have known a simple push?这个门大概是身高限制，就是只有小矮人可以打开这个门。那刚好我们的主角就是一个小矮子。I did not expect that opening the door would be this simple. Actually, me neither. Doesn't this horizontal elevator look kind of useless? To us, maybe. However, small folk must have a purpose in mind when building this.我踩在这边，我看看啊、喔，我们有一二两个按钮。跟一个把手，我们有三颗石头。
OK。然后我们。哇，这个不能。OK，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没有啊，我没有买那么贵的啊。我买的那台大概6000块而已。啊，有一台是我一开始就买的啊，有一台是我那个。我想想看，我这边现在叫什么？叫什么那个？好吧，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是这么走。我就只买了两台。下，换一个那个，换一个方向哦。我在这里盖一道墙。哇，嘿，这样也行，好吧，这样也行。然后我想把这一颗，理论上这一颗应该是要放到旁边那个、那个负、那个、那个、那个直线那里去的。但是呢，既然我都在这里了，我何不大胆一点呢？
先把我的，我先把我的本尊先移开，免得到时候那个石头要是不小心掉下来砸死我咋办？我先把它搬到上面来，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好。我这样我没有按，我没有拔到所有的那个吗？开关吗？我应该都拿啦，奇怪。还是旁边有控制杆，旁边有一个控制杆。哎，这样不是吗？我不是三根都按了吗？还是说我两颗那个石头也要压住才行？也不是办不到。我要试着拿一下这个书，好了。我现在这边主要是我要把那个石头拉下来，然后压住这个 I。其实湿度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其实你感觉不到，但是一旦你除湿，你就可以感觉到原来是有湿度的，这是很神奇的。好了，我现在能按的东西我都按了，旁边那个门总该开了吧。I will endeavor to aid you with my own magic. We did it. Oh, 我要吸收三颗魔法石的力量。Is it just me, or does each one we pass get more difficult? We dealt with much worse than this. Do not worry.We will quickly deal with this too.
吧。有点太高了。应该是要先把这个石头先弄下来，这应该是没错吧。总是要先把本体放进来才行。然后呢？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是无比的阴险啊。我先把想看哦。先把这颗石头推到这里来。拿一下这个书，好呀，拿这个书，我应该要踩在石头上才拿的。但是要踩在石头上的话，我这个是要先挪开。这样才能踩在。这样才能踩在石头上。不难，就是比较繁琐。啊！哎呦，好险！为了预防万一，我把这个拉过来。以免我不小心摔下去。
好气哦，可恶！算了算了算了，先把那个，先把这个推过去吧。先工作。过不去。哎，等下，刚刚是我压哪一个按钮？等下哦，刚刚是我压哪一个按钮？好像是我压上面那个的时候，那个毒烟关掉了，是不是？哇！但是我这只没有办法靠近啊，我要本人才能够去拿那个啊。可是我本人靠近就被毒死，嗯，这有点麻烦。我现在有两颗石头，两颗石头并不够哦。对啊，但是我本体一离开，它就会喷毒烟。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办法运一颗石头上来压在这里呢？好像似乎是。如果有第三颗石头，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只有两颗的情况之下，
我可能做不到。只有两颗石头，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的本体又不能靠近，本体过去就被吸干。还是我可以远远的吸一下？不行。那我觉得我。We dealt with much worse than this. Do not worry. We will quickly deal with this too.我要去外面看看外面的情况吗？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帮助才对。这就是下一个关卡了，所以我肯定不是要现在过来。那现在问题就还是在。哇，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好吧，只能试试看最后一种可能了。三道墙之术，弄错方向了，我要从。最后的方法。
姐，顺便让我挑战一下拿这边这个。可恶！啊！我为什么要下来？好啊，搞定。好。OK。放我上去。这好像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对，这样还是会面对一个问题。想想看哦。没关系，先把这个挪过去，再来烦恼这个问题吧。反正应该是要挪过去的。啊！我就不应该偷懒。我刚刚说的问题就是这边到时候门会关上的问题，所以我应该是要……哦，这好像没关系，因为这个好像可以透过锁旁边这个门可以达到目的的样子。那这样好像不是问题了，这样好像就可以锁住。好啦，我就不应该偷懒，我应该老老实实把它放下来，再移那个石头的。我为什么要偷这个懒呢？这是真的不偷懒了，老老实实的。第二颗魔法石，
然后我还是得好好好，终于。We have to find a place where we can see the sky after we gather all the crystals, right? Yes, little one. But do not worry. There is enough fresh air for such a closed space, suggesting. 还会下一个礼拜，认命吧。好，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上来说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预计今天就到这边。哇塞，上面这是什么东西？太可怕了吧！这怕不是要我的命。好吧，不管了，反正我们明天礼拜三，我们明天再继续吧。我们明天继续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那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